今天教大家一个清肺、润肺、增强肺功能的一个手法。大伙儿可以在家里没事的时候经常做一下，早晚可以都随时可以做，比吃什么药都管用。下边我给大伙儿演示一下这个手法，一共分三步。第一步，用右手的大拇指的指腹推左手的鱼际、大鱼际30次，力度要适中，轻轻的推，不要太使劲，因为这个肺主气，气主皮毛，所以说不要太使力，力度要适中，做30次，反复推，回来的时候不要带力，去的时候用劲，回来的时候不要带力，然后脚踢，左手推右手，也是推30次，力度要适宜，适合自己的力度是最好的力度。第二步，两手的大鱼际对齐，反复搓，搓到透热，热度最好能透到两手的劳宫穴为最好，反复揉搓，搓到透热，次数不限。第三步，用右手抓住左手的大拇指，反复拧转，次数不限，以发热为主，力度不要大，脚踢，用左手攥住右手的拇指，反复拧转到发热即可。这个手法就做完了，每天有时间反复做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作为日常保健很管用。